近日，台城康城商务中心嘅一啲商铺反映，话物管方未经佢哋嘅同意，强行拆除店铺嘅铁棚，影响佢哋做生意。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呢？一齐去睇睇。上午十点几，记者嚟到康城商务中心爆料人所在嘅四区商铺，见到四区前整个路段嘅铁棚已经被拆除，剩低一啲翻新过嘅框架。相对于有铁棚嘅区域，呢度几乎冇顾客走动。五月六号拆咗，到依家就未喐过啦。问佢，佢咪话几日几日，尽快就系咁啦。根本冇确切答复俾我哋，我哋去揾呢个物业管理揾咗好多次啦，都系推搪，冇根本冇诚意帮我哋整啦。有商户表示，当初铁棚系大家夹钱一齐起噶，要拆嘅时候亦都冇经过业主嘅同意协商，而家拆咗之后冇重新安装好，佢哋对此十分不满。依家我哋咪拆咗呢个棚，我哋系做唔到生意，又热又晒，落雨就更加开唔到档啦。我哋唔要呢个物业管理，根本佢哋冇帮我哋做到嘢，依家搞到我哋即系成个月都冇生意做噶啦，个个都系即系生意今年。疫情过后生意难做，仲有业主反映自己嘅店铺被改成咗宿舍。而家俾佢拆咗我噶，拆咗我噶咧就好嚟做，用嚟做宿舍啊！做宿舍而家就冇租狗俾我入，冇经过我哋铺主嘅同意。第一、第二咧，我已经去法院投诉过，打赢官司啦，但系都冇话有下文。对于点解迟迟未能够继续施工，物管方俾出咗咁样嘅解释。五月份开始做过嚟，五月份做过嚟咧，都系喺嗰边十区、九区、八区、七区，都系咁慢慢做过嚟嘅，就拆几多就做几多。做到呢度咧，就出现咗个问题，施工队就停落嚟啦。咁后边我哋问下究竟咧，施工队嘅讲法咧，就系话佢哋同佢哋嘅总包单位啊约定嘅话咧。是按照進度啊，做夠一萬平方是有進度款攞的，所以他哋話佢進度款，而家佢認為佢自己做夠面積啦，咁佢申請攞進度款。據一啲鋪主回憶，施工方曾經要求物管方派人過嚟量面積，但係過咗一段時間又擱置咗。施工方表示，而家同佢哋簽合同嘅總包單位好難聯繫上。現在已經停工嘛，停了一個月了嘛，就沒幹活嘛，三十多個工人在這裡，還有工人工資還有不給，一分都沒給。拿了保证金，拿了几十万走了，也不还给我们。康城这边呢，同埋呢间接呢单换铁皮做嘅呢间公司嘅约定咧，佢哋系全带资做完验收合格之后先至付款嘅。而家目前就系我哋而家同埋总包方同埋施工单位喺度交涉紧，尽快将啲有疑难啲问题处理咗佢。能夠盡快睇是否能夠盡快將復翻工，前面已經交涉咗都有十日八日噶啦，結果而家冇結果。對於今次拆棚事件，鋪主反映唔單止冇得到滿意嘅答覆，仲對物管單位缺乏到位嘅日常管理好多不滿。管理就跟唔上啦，你因為你好似煤氣瓶啊嗰度又堆放啊，衞生啊安全啊嗰啲都冇人管理，就係、是、收曬啲管理費，等嚟又冇人管理咁咯。我哋嘅意願就係等第一就等佢整好呢度先，俾佢隨便咁啊搞爛呢度搞爛嗰度，